没有没有。哦，老板，这道为什么这样子？烫有吗？就本来没有烫吗？红茶，还有一杯，我到了那个有一点害怕的店，就是这家，我已经闻到了很陌生的味道，有点害怕的味道。其实我有一点害怕，所以叫一个韩国人了。他来大概这边一两个月，可是我跟他说，今天我请你吃好吃的，然后邀请了。嗯，嗨，大家好。其实我要挑战一个东西，可是有点害怕，所以邀请他了。哎、欸，你说我们吃好吃的东西吧？对，我买这个了。这是什么、啊？我为了你买这个了。这个是好吃的。有点对不起你。看一下。我觉得。OK，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吃这个，可是这个是人气第一。嗯、这里的饭店名字是毛油鸡。可是应该这边都有吧？那我们要这个，还有麦油鸡，还有这个。정말나생처음먹어보는맛이야근데진짜로색깔은뭔가샐러드소스같은그래그래그래먹어봐아야뭔가무섭잖아그치내말이이게뭐야咸我应该蛮熟，有点在一包方面去吃过的味道。你这个闻到过吗？这个味道，好像很多。对，我也在路上很多，可是不敢吃。我觉得这个的、这个的냄새，한약재냄새，맞아요，这个味道。来了。啊、哦，谢谢。谢谢。要重新吗？老板。里面有什么味道为什么这样子？味道有麻油啊，麻油是一个植物，它是芝麻。啊，芝麻，참깨。啊。啊。我们的这个来了。我先吃吗？我先吃吧。개맛있는데아진짜로맛있어연기하는거지아니진짜로진짜로他常常骗我，所以我真的是这是真的，真的我喜欢这个味道，哦，好吃，这么甜，그러니까，시원한느낌，我약간对身体好的感觉，可是好吃，근데이거는솔직히너무비주얼조금，이거는太突然的비주얼，念呐，对，一，二，三。没有味道啊，그래서소스가있구나또짱먹으니까맛있다진짜야진짜야맛없구나腰子腰子是什么腰허리인가허리응허리인데저거看起来是肉아저거看起来肉저거看起来腰子不是肉吗我觉得这些肉아니야이거같아아직리찌리리찌对我来说第一个嗯不行但是第二个好吃어디에서좀나오지아니근데진짜이름을모르겠어저거很 QQ 的응되게맛있어我还是第二个是最好吃的这个也比较好吃嗯这个好吃저거你蘸什么你蘸我一直蘸这个我先吃吃看吧那我也吃吃看没关系完全순대다就在韩国也有这个味道이소스랑도괜찮잘어울리네这白色的소스台湾怎么样不方便的部分吗不方便的话我觉得这个里面很多的空调因为我觉得外面不太冷但是里面现在也有空调所以我感觉比较冷咖啡厅读书的时候一直开空调所以我感觉很冷所以我要准备一个别的外套我也出门的时候有点考虑要不要带外套对那你最近看过那个 World Cup 吗 World Cup
我想，但是因为我在台湾的关系，所以我不能看在 YouTube 的短片的。这么可怜。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很好的东西，你知道这个 VPN 吗？这个我知道，这个那个很多人用的吗？这边有超过100个选择，我们要看韩国网络的话，按这韩国的。这个直接能看韩国1995年的 World Cup。哇，看起来很简单哦。我选 Surfshark 的原因是用一个账号可以用电脑、手机还有 Pad。还有他们提供 clean 的 packing 을막아주고그리고개인정보약간신상같은거를보호해주는게있어서我也在台湾上使用。那我也回家试试看吧。还有你记得写小息，写小息的话才有15%的优惠。然后如果买洋念的话，嗯，提供3个月，그리고3개월환불정책도있어서，뭐불편하면환불해。뭐닭다리도있네。너닭다리먹어。왜이렇게저걸라일러응완전맛있어맛있지너比较喜欢这个我也是这里饭店的名字是麻油鸡所以这个假的吃假的吃值得吃值得吃值得吃好好这次影片是挑战最陌生的食物的影片可是没想到这么好吃。他要骗我，但是不是骗这个。这个是豆饼干。汤有没？就本来没有汤吗？你말아먹는건가？그런가？그냥먹뭔가맛이나는데？나긴하는데너무약한데？我以为这个是本来没有汤的吗？本来直接吃的吗？啊，这样直接吃的。이렇게먹는거래너무맛있는데아니근데진짜로맛있다다음달에가족들오는데이거먹여야되겠다아니우영이담궈먹는게나을것같아아니담을까그래이거담잖아이렇게먹는거니나이台湾吃的东西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我看过你的盐水鸡跟盐酥鸡的那个我跟我的朋友尝那个盐水鸡，但是我很喜欢那个盐水鸡。我也超喜欢。这个很那个很好吃。真的好吃，真的。还有那个红烧肉，红烧肉还是铁板烧，很多很多。铁板烧啊，真的，这个真的受不了的。啊，있어，술값。嗯。빠너무비싸。너무비싸。除了热炒以外，冻。那你喜欢臭豆腐吗？臭豆腐，我不是普通的韩国人，嗯，所以我很喜欢臭豆腐。跟泡菜还是跟加辣的话，好吃，好吃，真的。我不喜欢。他不是 YouTuber。YouTuber 一定要喜欢臭豆腐。对啊，你也绝对太虚。我的 Instagram 是。没有人加你。没有。我的粉丝们，很多粉丝们推荐我那个新北的一个很板桥，你知道吗？一个活动，크리스마스的活动，就很有名，你应该去。101附近吗？不是101附近，是新北板桥。新北板桥啊！不是不知道名字，你觉得台湾女生怎么样？可以讲了。因为我们都是单身，所以哎，让我玩的对。对对，其实我比较喜欢。嗯。아니야。네대만사람들이더개성이있는것같아요因为我感觉韩国的女生都穿一样那个穿一样막한국女生了说吧说吧자기의매력을알고옷을입는것같아유행이있나있는것같긴한데그렇게완전맹신하진않아자기한테어울리는거옷입는거가너무보기좋아그래서그게엄청매력적이라고생각해그거지不管国际不管国际对对我们第一次挑战的东西成功了今天真的感谢你来我的频道他以为是婆婆牛排这样的东西差点被骗了但是不是被骗了这个很好吃谢谢那我们下次见吧下次见拜拜哎呦你真的很像 YouTuber 对啊我的 Instagram 是下面的可以公开吗啊这个这个我觉得没有人没有人追你不能不能